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。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。そんなの常識追赶失误。对，那么就要晚一点了，对不起，等我准备好晚饭就过去，行吗？再见。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小丸子回来了。妈妈，你今天晚上要出去吗？是啊，妈妈要到静刚的外婆家里去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刚才啊，邻居送了我两张戏票，那个戏呀，外公外婆很早就想看了。哎，演出是明天的，所以想快点把票给外公外婆，因为下午街道有些事情，所以晚上去。妈妈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小丸子吧。我下午正好没事，可以替妈妈去外婆家送票子呀。啊，小丸子你去。如果是我去送票子的话，外婆和外公一定会奖励我很多东西的。妈妈，你忘记了，我一个人去过外婆家的，你不用担心。但是要是吃完午饭就出发的话，应该在晚饭之前就可以回来了，这样妈妈就没有必要晚上特意出去了。嗯，而且今天晚上不是要播妈妈最喜欢看的爱情电视剧吗？是啊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你呀，是为了奖励，对不对？妈妈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我可是连想都没有想到过，为了奖励才这么做。我只是想看到外婆外公很高兴的样子嘛。你这个孩子，不过好吧，就拜托你了。嗯，放心的交给我好了。给，也带点苹果去，路上要小心一点。嗯。哦，这是富士山的图片吗？真漂亮，看起来好像澡堂子。哎呀，没想到人不是很多嘛。带着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一个人去静冈看外公外婆，这么说起来，我也算成为大人了呢。外婆外公一定会表扬我的，他们会奖励我什么东西呢？小丸子是为了能让外公外婆高兴，所以一个人不辞辛苦地过来哟。满脑子想的都是奖励，哪里想大人？哎呀，我怎么突然想上厕所了？怎么办呢？要不先在这里下去上个厕所。没办法了，现在只能忍到静冈了。离静冈到底还有几分钟啊？静冈站到了。厕所，厕所，厕所，厕所！啊，差点就尿在裤子上了。那么接下来是乘公共汽车。我的包袱放在座位上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怎么办呢？得快点追上去才行啊！坐这趟车能追得上吗？
快点开车呀！喂，不牵着妈妈的手是很危险的哦。没关系的，妈妈，我一个人也可以上的。你看，我也对妈妈说了没关系的。妈妈，小丸子现在遇到危机了。啊，车子总算开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再加快点速度呀！乘客，请出示您的车票。对不起，小朋友，他正在玩办售票员的游戏。啊，是这样啊，票子在。哦，先等一下，我的票子是从清水到静冈的，但是从静冈出发的票子我没有啊。这位乘客，你怎么了？你没有票子吗？哎，我当然有票子啦，你看。嗯，好的，谢谢您配合我的工作。小丸子被售票员游戏吓了个半死，感到寿命都缩短了不少。就是那部电车啊！为什么超过去了？为什么呀？得赶快赶到隔壁的站台。去静冈的车快点来呀！总算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现在我该怎么办呢？只能往家里打电话求助了。对呀对呀，收了很多礼物呢。是啊。对不起啊，要稍微晚点才能到，实在对不起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啊，总算轮到我了。不行吧？之后怎么样了？去了那个车站前面的医院，那里也不行，快要打很长时间吧。至少前些时间有点厌倦了。对了，等一下，再过一会儿就结束了。哦，对了，另外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说。是。咦，怎么这样啊？喂喂喂，昨天的电视剧看了吗？那个真的很好看。真是的，这种事用家里的电话说不就好了？为什么女人总爱打这么长时间的电话呢？你不也勉强算一个女人吗？那个阿姨，那可真是滑稽呀，太好笑了。那部电车从清水回来了。这次一定要乘上去。总算是赶上了。包袱，包袱呢？没有了，包袱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哪里都没有。把那么重要的包袱弄丢了，里面还有外婆外公期待已久的戏票呢，全都掉了，该怎么办呢？静冈站到了。小丸子，喂，小丸子，外公，外婆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到啊？我们有点担心，就来接你了。外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丸子把重要的票子忘在车上了，外婆、外公不能去看戏了。哦，是这样啊，只要小丸子你没事就好了，戏票就算没了也没关系的。别难过了，小丸子。外公、外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好好吃呀，吃得好饱。
吃得高兴就好啊。小丸子啊，明天是星期天，今天住在外公外婆家怎么样？住在这儿吗？真的吗？太好了，今天闯祸了，真不想回家呀。晚上好。哦，这个声音是？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孩子？对不起。啊，妈妈，这个包袱怎么会在你这儿啊？一接到外婆打过来的电话，我就去清水站问，失物已经送到那里了。太好了，原来是这样。什么叫原来是这样？那么我们回去了。咦，今天能不能住在外婆家呀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外公外婆明天还要去看戏呢，你待在这里不是给外公外婆添麻烦吗？如果当初我自己送票来就好了。啊，都已经这么晚了。你怎么每次做事都那么不靠谱啊？每次都要妈妈来收拾残局。妈妈错过了让她着迷的爱情电视剧，怒气倍增。小丸子这一路上都在听她的抱怨。小丸子被魔鬼笑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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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！你看起来心情很好嘛？这是因为，从现在开始，先是圣诞节，然后是新年，想着想着就会觉得很开心，就是这样。你这笑真让人不舒服。因为年末年初是孩子的收获时期嘛。你居然说是收获时期？圣诞节要收礼物，新年要收压岁钱，怎么不是收获时期呀？都说了叫你不要这么笑，真讨厌，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哎，是吗？你自己去照照镜子，这种笑可是电视剧里贪官污吏的笑法哦。嗯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无论如何请您收下。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呀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你可真是个老滑头。您才老谋深算呢。真的很像啊。真是的，完全是一张写满了贪婪的脸嘛。可姐姐，你不也在考虑圣诞节要什么礼物吗？干嘛非要说我贪婪呢？当然要考虑了，如果不早点跟人家说要什么，人家也会很烦恼的。人家？耶，圣诞老人也要准备礼物的呀，所以你也要早点决定比较好哦。嗯，基本上已经决定了。但是不可以要太过分的礼物，要注意分寸。我会要分寸的，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压岁钱吧。这个新年会有几个客人到我们家里来呢？小易是会来的吧？不知道今年中野爷爷会不会来呢？还有哪些人会到我们家里来呀？你不会想问每个人要压岁钱吧？嗯，因为我有想要买的东西，山口百惠的书，还有山本琳达的唱片，剩下的钱呢就存起来好了。你打算要多少钱呢？你这个人没有一点计划性，还说要存钱，那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这就要看我能拿到多少压岁钱了。你打算天上掉下几块馅饼啊？不过呢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明年我就是有钱人了啊。姐姐想要的话，我也可以借一点给你的。算了吧，我可没指望过。竟然说这种话，明年你哭着求我，我也不理你。我说你啊，一天到晚说这种事，小心被魔鬼笑哦。哦，魔鬼笑我？干嘛要笑我？今年说明年的事，就会被魔鬼笑的。哎，为什么？这我也不知道，这是很久以前的说法。哎，魔鬼会笑？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种事，也没见过。爷爷，什么事儿啊，丸子？你有没有看到过或者听到过魔鬼笑？啊，魔鬼就是头上长着角还长着獠牙的魔鬼。嗯，到底是什么样呢？真不巧，我熟悉的人里没有魔鬼。好讨厌啊。爷爷，魔鬼真的存在吗？嗯，魔鬼啊，好像在哪儿见到过。魔鬼，魔鬼，哦，说到魔鬼就想到秋田县的声波鬼节和结婚时候的魔鬼，不过那都是人扮的。但是如果把真相告诉了孩子们，他们的幻想就破灭了。啊，不行啊，不行，我还在别的什么地方看到过魔鬼。哎呀，那更不行了，我怎么能说家里有魔鬼呢？爷爷啊，你怎么了？没，爷爷没什么。看来这次我是帮不了你了，丸子，很遗憾。不是每次都这样吗？
话说回来，你为什么要问魔鬼的事啊？是姐姐，她说如果说了明年的事，就会被魔鬼笑的。原来是这个呀，这事我知道。但是爷爷，你不是没见过魔鬼笑吗？对不起，丸子。那么还有谁会见到过魔鬼笑呢？那有没有人听到过魔鬼笑呢？哎呀，魔鬼笑只是以前的传说罢了。以前是什么时候啊？那个。啊，对了，是桃太郎。桃太郎？啊，是啊，桃太郎不是去魔鬼岛见到了魔鬼吗？这个传说大概是桃太郎传出来的。期待答案的人是自作自受。如果爷爷说的是真的话，那么桃太郎是年末去的魔鬼岛喽。桃太郎把明年的计划告诉了魔鬼，所以被魔鬼取笑了。是这样吗？但如果被你爷爷说中的话，没有中。说的也是呀，我想那也不是真的。我在说这之前。你看我真是的，桃太郎的故事也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也许是。不过这跟被魔鬼笑没什么关系。要是让魔鬼讨厌了，那才糟糕呢。被魔鬼笑的话倒是无所谓。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魔鬼的话，与其被魔鬼吓哭，被魔鬼捉弄，还不如被魔鬼笑来得好呢。同时这也是为了世界的和平。为了世界的和平啊。反正到现在为止也没听说魔鬼干过什么坏事，只要他们乖乖的不惹事，就随他们去吧。这话说的对，魔鬼会经常发怒，这种想法也很奇怪的。魔鬼要是高兴的话也是会笑的。魔鬼的孩子说不定也在想，收到了压岁钱要买什么东西好呢，想着想着就不知不觉地笑了呢。魔鬼的孩子收压岁钱，魔鬼也应该是有家人和亲戚的，不是吗？妈妈。快看，那里有魔鬼。哪里啊？看，就在那里。我听说那个魔鬼是专门保佑房子的。这样啊，那种地方居然有魔鬼呀。所以说魔鬼对人还是有帮助的，不是吗？可是我们结婚的时候还向魔鬼扔豆子，真是太过分了。我突然觉得魔鬼其实也挺可怜的。说的是啊。要不我去和妈妈说说，让她明年不要再扔豆子了。说的对呀。刚才是什么？我好像听到了笑声。我也是。难道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明年的事？难道说是魔鬼？不会吧！野口同学。野口同学真是的，差点被你吓死。我和孝子出来吃红豆汤的时候，正巧碰到你们俩。既然碰到了，不如约你们一起来吃。虽然很感谢你们，可当时正巧。当时正巧？我们两个当时正巧在说明年的事，然后突然听到了笑声，还以为是魔鬼在笑呢，吓了一跳。我们没有笑，对吧？只是打了声招呼。那么刚才的声音就是，该不会是真的魔鬼吧？人类对下个瞬间会发生的事都没把握，是吧？说的对。所以说明年会发生什么事就更不知道了，对吧？本来喝了红豆汤，刚觉得身体暖和了一些，怎么又突然觉得冷起来了？所以呢，说明年的事会被魔鬼笑的意思，其实是为将来的事情闷闷不乐、烦恼担忧，完全没必要，那是杞人忧天、无聊透顶。可为什么又会联系到魔鬼呢？就是说，这么做的人蠢到连一直沉默寡言的魔鬼都会笑话你。那么如果想的是一些开心的事情，魔鬼就不笑了吗？一定也会笑的。
就算被笑也挺好的嘛，人呢要亏死了死了哟。亏死了死了，这是西班牙语的词儿，意思是顺其自然。有这么一首英文歌，亏死了死了，该来的已经回来，没人能遇见未来，让它顺其自然，亏死了死了。妈妈，我已经决定不再担心将来的事情，从现在起要享受现在。你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吗？让开，别碍事儿。哎，我买到了便宜的白菜，我打算多腌一点白菜，留着明年吃。明年吃的白菜，真是无聊啊！腌白菜怎么就无聊了？亏我还想多腌点好吃的白菜给你吃呢，竟然说我无聊！妈妈，人就要亏死了死了哟。好了好了，你要是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，就到别处去。都说了要亏死了死了，什么亏死了死了？我听不懂。如果都像丸子一样只知道玩，新年大家都得喝西北风，年末要采购大扫除，我可是很忙的。新年一开始啊，轮到我们家监管垃圾，明年应该会更忙的。明年妇女会的计划这几天就要确定下来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家里的酱油还有酒好像没有了。哎呀，糟糕，我忘订年糕了。哎，你现在这样，魔鬼见了一定会笑的。嗯。妈妈，明年的事明年想，顺其自然就好了。来，你静下来听听看，魔鬼们都在笑你哦。魔鬼，哎，我现在可没空听你说这些蠢话，不要废话了，快走开。快让开。快让开，快让开。别站在这里碍事，快点让开。妈妈很强大，连魔鬼都能赶走。接下来魔鬼们会怎么样呢？亏死了死了，顺其自然。最近老是和姐姐吵架，妈妈总是站在姐姐那边，我都快受不了了。爷爷，你应该是向着我的对吧？哎呦，那个盘子看上去好像是上等货嘛，怎么回事啊？下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爷爷的宝贝和热炒感情越好，敬请期待哟。